了，快吃点。哎呀，我现在不知道是兴奋呢。对，快快快吃点。还是心里发凉。怎么的？不，人家小女孩也喜欢你，妈妈也喜欢你，都喜欢你。嗯，好。别喝了，快吃，快吃点，快吃点。你吃，我吃，好，来。哎，我也有。我这个地方二头三头还小了，因为我毕竟练的少，我腹肌六块没问题，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真来呀，真来呀！这问题真不容易啊，平时老在电视里都看你，就看见真人都真不容易啊。真看见，我老喜欢你了，真看见。今天你走没走？今天啊，今天你走不走了？我今天不走。哎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，我真短想见你了，一直见不着你，真的，一会儿跟我上俺家，咱俩好好聊一聊。哎呦，我还行，我一肚子话我跟你说，真的。哎，我上家去。我们谈工作呢，不影响你。我这见着家老师太不容易了，真的。你在这儿，他吃他不舒服，你看。说的太难听了，阿姨怎么能难听啊？阿姨，你说他管我叫阿姨，那不有那么老吗？大姐，你别在这解了味儿来的了，你别影响我。哎呀呀，快你客气，舒服。人家姜老师管我叫老妹儿，你老叫我阿姨，你说整的，这有就是我呀，这见着我多舒服，您能不舒服啊？就整的，他一直都没吃饭，我整的这。都是咱都老妹儿，都坐。我们来了就喝好几杯，到现在你看看。哎呀，看看。阿姨说你们这也菜也给人夹了，就差不多得了吧。